你真的很开心吗？幸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你可以多年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，但只要稍作回顾就会意识到，这是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所以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开心吗？用这个测试找出来。当然请务必订阅并点选透支铃，加入亮生活，这绝对可以让你开始追求幸福。要确定你在幸福量表上的位置，你需要为12个简单的问题选择 A、B 或 C。 诚实的选择，即使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关于自己的真相。对于你的每个答案，你将获得一定数量的积分，你可以拿笔和纸来记录你的分数。在测试结束后，你需要总计才能找到结果，是时候开始吧。问题一，你怎么形容你的生活呢？ A. 幸运，我面前有很多惊人的机会，我非常感激。 B. 不可预知，我喜欢接受新的冒险。 C. 无聊，我生命中没有多少事情发生。选项 A 为你带来15分，选项 B 你得到10分，而 C 给你5分。问题2，你早上感觉如何呢？ A 可怕，我只想永远待在床上。 B 有点累，但是给我一杯咖啡，我可以高兴起来。 C 太棒了，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一天等待着我。如果选项 A 完美的描述了你，那将是5分， B 值10分，乐观的 C 给你15分。问题3，你打坐吗？ A 我一直在计划给他个机会，我听说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B 不，我真的没有时间。 C 绝对要的。如果你的答案是 A， 这是你的10分， B 给你带来5分，最后 C 等于15分。问题4，你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多少时间？ A 我一直都在网上，我喜欢看到每个人。 B 也许一天5-6小时。 C 绝对不超过2小时，我不是毫无意义的浏览网页的人。 A 将为你的技术增加5点，B 给你10分， C 给你高达15分。问题5，遇到严重问题时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？ A 为什么是我？ B 我知道了，这只是我需要克服的另一个挑战。这真的很烦人，但没有时间抱怨，我必须集中注意力。 A 是5分， B 给你15分，选项 C 将奖励你10分。问题6，你有宠物吗？ A 当然，我爱我的小毛茸茸的朋友。 B 不，我认为我甚至不想要。 C 还没有，但也许有一天会有。如果你选择 A， 请在分数上加15分，选项 B 值5分， C 会给你10分。问题7，你多久运动一次呢？ A 我不会称之为运动，但是我喜欢出去散步，或者和我的朋友闲逛，这算得上吗？ B 我经常说，也许每周一次。 C 每周至少2-3次。挑选 A 给你带来15分， B 这次是10分，而 C 等于5分。问题8，你经常和朋友讨论什么呢？ A 我们的生活和感受。 B 最近的新闻和最新的八卦。 C 新想法和冒险。如果它是 A 给你，再为你的分数增加10分， B 值5分。对于选择选项 C 的，你得到15分。问题9，当你和一群新人在一起时，你是否试着适应？ A 是的，我真的希望他们接受我。 B 有时候我会努力讨好群组中的几个人，如果他们看起来不错。
C 不会。如果他们爱我，太棒了；如果没有，那么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菜。如果你选择了 A， 则为你的分数添加5分 ，B 给你带来10分，而对于 C， 你得到15分。问题10，你朋友给你一件你根本不喜欢的礼物，你会怎么做呢 ？A. 留着，它来自朋友的真心，对吧 ？B. 把它送给别人，也许它会让他们开心。C. 要求收据并换取其他东西，我应该享受我的礼物，不是吗？如果 A 是你的首选，这是你的15分 ，B 值10分，而 C 这次只能获得5分。问题11，你最大的生活愿望是什么 ？A. 拥有一个庞大而充满爱的家庭 ，B. 找到我热爱的东西 ，C. 在自己内心中找到和平与自信。如果你是 A， 那么给自己15分，选择 B 会为你的分数增加10分，你得到5分 ，C。问题12。你和你的朋友参加抽奖，最后你的朋友赢得了一辆全新的汽车，你赢了500美元，你觉得怎么样呢 ？A. 为我的朋友欣喜若狂，也很高兴我的口袋里有些额外的现金。B. 有点失望，但是嘿，也许下次我获得大奖。C. 真气人，500美元而不是一辆车，太不公平了吧！A 为你的分数增加15分 ，B 是10分，而 C 给你5分。这就是所有的问题。现在计算你的技术，让我们看看你的结果吧。如果你得到60到100分，你对你现在的生活很不满意，你真的不是很了解自己是谁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变得自我中心、嫉妒和烦恼。如果你真的想找到自己的快乐，那就开始寻找吧。做些自我反省，试图找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并为此而努力。你有很多特殊的特质，唯一的问题是你因为害怕受批评而不让这些特质发光。是时候向世界展示你独特而美丽的个性，相信我，它会给你带来比你想象的更多的快乐。如果你的结果是105到140分，那么距离你的终极幸福只有几步之遥。你是友善、悠闲、自发的，你喜欢帮助他人，并与你最关心的人共度时光，所以你基本上处于完美的金色中间。唯一缺少的是你在余生中喜欢做的事。你有很多令人兴奋的爱好，但是你仍然没能选择那个让你成为最快乐的那个选项。继续找寻，不要放弃你的探索，找到真正的激情并不容易，但绝对值得努力。最后，如果你的分数是145分或更高，你肯定知道快乐是什么。你是那种罕见的类型，活跃气氛，让周围的每个人都感觉更好。那是因为你对自己满意，不认为别人是你的竞争对手。挑战和问题不会吓到你，他们会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你对此感激不尽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东西来开心。这种感觉已经在你的内心，没有人可以把它带走了。你可以教我们所有关于如何在自己内心找到这种终极幸福的方法。继续做你自己事，不要让你积极的态度和微笑消失。我们需要世界上更多像你这样的人。现在是时候收到你的消息。你认为一个人真正快乐的原因会是什么呢？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不要忘记给这个影片一个赞，与你的朋友分享，然后点击订阅，一直关注亮生活。